死者是澳门居民，年约25岁，警方已列作怀疑自杀案处理。阿恒同阿晴两个都是好人，点解会搞成咁？展Sir，阿恒有冇揾过你？你信唔信阿恒会杀人啊？拳脚冇眼，虽然佢唔系蓄意，但喺佢情绪咁激动嘅情况之下，都唔系冇可能。我真系希望阿恒可以吉人天相，因为我真系唔想佢有事。喂，展Sir，阿恒啊，你喺边啊？我打嚟，我系想同你讲，我肯定，我冇杀到人，我系冤枉嘅。咁你更加应该自首啦，警方一定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，还你一个清白噶嘛。大志，阿晴佢死咗，喺刘炳区，喺刘炳区。我一定会揾佢报仇。阿恒，你唔好乱嚟啊！话俾我听，你而家喺边？展Sir，我哋相识一场，我想求你一件事，你可唔可以帮我？你可唔可以帮我照顾我阿爸我阿妈？恒，你唔好再。展汉涛啊，10分钟前你哋通缉紧个陈明恒打电话俾我，我估佢去紧刘炳区嘅货仓揾刘炳区寻仇啊，我改跟去噶啦 ，OK。咁好啊，啊真系关二哥保佑，如果唔系关二哥，我点可以立晒恒兴隆嘅地盘啊？咁好果栏啊，阿大又话晒事啊，我仲使卖咩啊？买红油？买走私烟赚埋湿碎钱，做点解唔做啊？大小通吃啊嘛！你话嗰条友仔俾差佬肥低卖，嗰老嘢冇仔送终，我就真系要还得神落啊！阿老大啊，我去揸水先啊！去，当你系当啦，废柴！咁嘈喺出边，大佬我出去睇下。阿四，鬼！
支援。好吧。挑戰幫辦，阿 Sir 咩環境啊？兩幫人喺度僵持，滾殺開。陳力行可能已經入咗去。我哋一早已經懷疑呢個倉咧係嗰啲非法紅友站嚟噶啦。總部已經靠 SDU 嚟支援噶啦。再。我喺現場噶啦。現場環境仲未受到控制啊！貨倉入邊俾人淋曬紅油。唯一一個出入口都被阿恆嗰啲馬用石油氣罐啊、電油嗰啲封住咗。我想我哋唔可以用槍械同任何彈藥。唯一可以攻入去的地方就是出入口側邊嘅一個氣槍。收到，我哋大概兩分鐘就到。OK。我老豆中風，屈我殺人，霸我地盤，仲害死埋我女朋友。死一萬次都唔夠，我今日就要殺咗佢。Hello YouTube 嘅觀眾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條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條片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條新片啦。